师，诸位同修大德，大家好。阿弥陀佛。请掀开经本，第35页。从第二段看起，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究竟必至一生不处。这是第35一生补处愿。再看下面经文，除其本愿为众生故，辟弘誓楷，教化一切有情，皆发信心，修菩提恨，行普贤道，虽生他方世界，永离恶趣。或要说法，或要听法，或现神主，随意修习，无不圆满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这是第36。教化随意愿，我们先看前面的一生补处愿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，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，都能够得到下面所说的殊胜利益。生我国者，究竟必至一生不处。这个利益啊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一生不处，简单的说，就是在一生之中决定候补佛位。就像现在弥勒菩萨居住在兜率内院，我们称为候补佛。将来这个娑婆世界众生跟弥勒菩萨的法缘成熟的时候，弥勒菩萨就下生做佛。有很多人很羡慕，怎么不是我来做佛？我们也差不多了，这一愿就是保证所有念佛往生的人同样都是一生不出，就跟弥勒菩萨一样，这一生就可以成为一生不出大菩萨。那么这有一个概念啊，你说一生不出菩萨有什么了不起呢？经上说，凡夫修行成佛，实际上呢，就是到一生补处菩萨这个位置。要修无量大劫才能成就。那么经上有时候说三大阿僧祇劫就可以了，三大阿僧祇劫是方便说，我们今天不算，从我们今天算是无量劫。
要到什么时候才保证三大阿僧祇劫成佛呢？明心见性那一天才算。按菩萨的阶位啊，实性位不算，到实住位的初住位才算。就好比我们念书，有51个年级，实性位，实性这个实性位就是好像我们现在的小学，往上面实住位、实行位、实回向位，好比是中学，30个年级，再往上面实地位，是大学。实地往上面是等觉，就是一生不处，第51个年级。有人说了，我们今天排在第几个年级？我们想想，我们应该排在第几个年级？我们排在零年级，一年级都不算。一年级初信位啊，在小乘正德须陀洹果他们的境界是差不多的，而我们今天呢，等于是在佛门之外，所以以这个标准来说，我们今天连佛法里面的小学生都算不上，这是真话。说真话有时候会令人难过，可现在有一条捷径，这51个年级我们不要念了，中国人讲可以开后门，就是此地所说的发愿念佛求生净土，到极乐世界之后我们依然是凡夫，可同时也是一生不处菩萨。这一桩事情啊，只有在极乐世界才可能做到，而且真的做到，在他方世界呢，可能性都没有，更不用说会出现这样真实的情况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在我们这个地球很多国家，这个要饭的乞丐跟总统差距很大。在过去呢，就是跟国王差距很大。有没有办法让一个乞丐可以做国王？而且保证每一个乞丐都可以做，不是偶然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可是极乐世界是真实的，每一个凡夫往生保证人人成佛。所以古人说啊，这就好比是什么呢？就像过去念书，一般人念书要从小辛辛苦苦的读书，然后去考秀才、考举人、考进士，最后出来做官，经过几十年的辛勤工作啊，最后可能做上总理、宰相。可是有一个特殊的途径，不要这么辛苦，而且位置比他高，就投胎到皇帝家去，生下来就是太子，保证将来继承王位，还管这些念书人。这人不是别人，就是念佛人。念佛人这一生保证往生极乐世界，成就就是这一往生就保证一生成佛，哪怕还是个凡夫，但是一生不处啊，是肯定了，决定在当生成佛。虽然决定当生成佛，也不要忘掉依然还是个凡夫。所以偶益大师说，这种特殊的情况
在十方世界是见不到的。就好比什么，我们现在每个人明天都有可能做新加坡总统，不过不是真的，假设而已。虽然有这个可能，不要忘掉，我们现在也只是个平常人。西方净土的殊胜，正是表现在这个地方，人人平等成就，保证每一个人不会退转。这是一生补处愿。那么下面这一愿呢，是另外一种情况。除其本愿为众生故，有一类呀发心的菩萨说了，你们都去成佛了，这众生谁来度啊？所以说这个念佛人不慈悲，都跑到极乐世界去了，这边还有很多苦难的众生，你们都不管了。不是不管了，因为有人管，所以念佛人不用管了。而事实上不是真的不管，菩萨发心都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这是两个方面的。前面保证一生成佛，就是一生上求佛道的这个学业能圆满。这个地方呢，教化水意，是圆满菩萨普度众生的大愿。这里面不矛盾，是一体的两面。如果想要发心帮助更多的苦难众生，应该怎么办呢？佛告诉我们，对我们来说，最好先求生净土。到极乐世界有一个保证，在回娑婆世界乃至十方世界教化众生，就像此地说的，可以无所畏惧，有能力了。现在我们要想度众生还真有点困难，不要被众生度跑就不容易了。的确是这样，你看此地所说的这些条件，我们是佛都能够具备呀。披红誓铠，就成愿再来度众生，是靠坚强的大愿做动力的。红誓铠，这铠就是铠甲，就是现在这个战士穿的防弹衣，冲锋陷阵无所畏惧，靠的是什么呢？有装甲部队。菩萨入生死海中利益众生无所畏惧，他穿了防弹衣，他有很好的保护。而我们呢，一入生死海就被打得溃不成军，全军覆没，甚至人都找不到了。有人说有这么夸张吗？我们不妨在生活中冷静反省，观察一下，我们有时候有很好的发心，发什么心呢？我要去帮助人。结果呢，我们帮了人，人不领情，于是我们心里面就想，这人怎么这样，我在帮他，哎，他怎么也不说声谢谢，甚至于啊，人家没说谢谢，反而说你帮我是应该的，我为什么要谢你，这还是客气的。那么更有甚者，还会恶言相向，你为什么要帮我。经上曾经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例子，佛说舍利弗尊者过去生中发心要帮助众生，就是我们常说要行菩萨道。听到经上讲菩萨道多么伟大，很想当个菩萨，
于是就发心要利益众生，这个心一发，感应就来了。人有诚心，佛有感应。走在路途当中啊，遇到一个中年妇女，在那边哭哭啼啼的。菩萨见众生有苦难，不可以见死不救，你不慈悲啊。舍利佛想啊，机会来了，我要去帮助他，于是主动询问：“哎，你有什么困难？为什么这么伤心？”这婆罗门女就说了：“我的婆婆啊，得了绝症，医生也开了药方，是可以救，但是找不到药引子，所以啊，等于没有药。”舍利佛就问了：“那药什么药引子啊？”婆罗门女说：“医生说要一个不会生嗔恨心的人，不会生嗔恨心，就正果的圣人，要用他的眼睛做药引子。”哎呀，我们要遇到了，想想怎么办呢？好在舍利弗尊者这个心呢还是真的发出来了，你想啊，我修行还是有成就的，没有嗔恨心，把眼睛挖出来，马上挖出来，毫不犹豫给了他，说拿去做药引子。结果婆罗门女说了：“哎呀，谢谢你啊尊者，你搞错了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医生说要右眼，你挖的是左眼，没有用。”舍利弗就是想，你早说，早说我还能留一只眼睛，现在都要挖出来，挖了一只没用，再挖一只。婆罗门女接过这一只眼睛啊，闻了一闻，我们眼睛什么味道？鼻子虽然跟眼睛很近，可是闻不到什么味道，但是一旦拿出来，那个味道就很特别了，非常腥臭。婆罗门女闻了闻，说：“这么臭的眼睛，怎么可以做药引子啊？”往地上一丢，用脚踩碎了，然后啊，扬长而去，一句感谢安慰的话也没有说。舍利弗尊者看到这种情况啊，哎呀，马上就退转了。菩萨道太难行了，菩萨太难做了，我还是做我的小乘治疗汉吧。从此退转60个小节，不容易啊。而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，说老实话，并不是挖眼这样严重的折磨，常常遇到的可能只是几句我们所谓的冤枉的委屈的话，就这样我们很多情况下就受不了。你譬如我是出自于真诚好心帮助一些人，帮助某一个人，帮助他之后他还不能够感激，还不能体会，甚至于还要回过来诽谤障碍。我们想想，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以前是怎么做的，不是没遇到过。只要我们心中有丝毫感觉到我好委屈，我好冤枉，我不值得，完了，这个菩萨道已经没了。大家不要难过，大家难过呢，就更没了，离菩萨道越来越远。所以我们在经上看到，菩萨伟大，为什么诸佛如来处处赞叹菩萨发心呢？就太可贵了，无私的付出。众生知道我在帮助他，我欢喜做；
众生不知道，甚至于回过来诽谤、障碍，乃至于陷害，菩萨依然欢欢喜喜去做，这才能够像此地说的披红饰铠入生死海中教化众生。我们要把我们的红饰铠找出来，要把利益众生的大愿发挥出来，才能在与众生相处的时候啊，不生烦恼，无私的去付出。这是行菩萨道真实的精神。下面，这是菩萨教化的对象，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。教化的对象不是面对我们眼前的一个两个众生，一切有情啊，就在菩萨心中是没有界限的，没有彼此的，更不用说人我之间的界限了，乃至于六道九法界的界限，在菩萨心中没有，这才叫一切。这个里面就是佛门常说的要具足大慈悲心，同时还要具足大智慧、大善巧、大方便，缺了一点都不容易。有时候我们是好心，感觉慈悲帮助人，如果没智慧呀，往往弄巧成拙，好心办了坏事，这样的事情很多。好像是去年啊，我跟几个朋友有机会到山东孔老夫子的故乡曲阜去拜谒三孔。然后有一天呢，我们去这个周公庙去参观，周公庙很冷清，人不多。我们去的时候啊，里面有一个老人家，一个人很孤独的。正好我们这个一些同修啊，看到老人家正在学《弟子规》呢，那一段时间。好了，这一下用上了，见到年长的人，赶紧去关心关心，就跟他聊上天了。问老人家为什么一个人呢？从哪里来呀？老人从内蒙古来的，很远一个人，说儿女不孝，一个人出来散散心。70多岁。好，这些同学很高兴，说我们的年龄可以做你的儿女，我们来照顾你吧。老人家听得很高兴，以为客气客气。可是我们说的是真的，这几个朋友说的是真的。参观完了，说我们一道回去吧，我们照顾你，你一个人住不方便，你跟我们，你这几天我们都在这边旅行，我们带着你，我们带的有车，让他坐我们的车，然后说最好住在一起，就让他把他的旅店退掉，住到我们那一边。我就跟他们说，你们别做得太过了，免得让人家害怕。果然不错，老人呢把旅店退了，跟我们不得已好像被绑架了，到了我们住的酒店，我们把最好的房间让出来给他。老人进去就说，我不要睡床铺，我睡地下就行了。好像是有了什么问题。然后中午出去吃饭的时候，请老人家一起出去用餐，老人家说，我带的有干粮，我不用跟你们一起去吃饭，你们去吧。也没多想，吃完饭回来一看呢，哎呀，不大对了。我们住的那家酒店呢，门口停了一辆警车，中国叫110巡警，这个老人呢正在跟警察
认真的汇报。然后看到我们来，警察就悄悄过来，说这老人说你们要绑架他，可能要拐卖人口。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。还有我们这些同学听到哭笑不得，我说你们做了好事，赶紧去解释。老人家还是很害怕，躲得远远的，向人家道歉。临走的时候呢，怕老人家旅费不够，我们有同学去送了一点钱给老人。老人说我不要你们的钱，还是心有余悸。这是什么呢？缺少智慧，缺少善巧方便。有时候啊，我们感觉是十分的好心，可是不懂得拿捏分寸，往往不能产生好的效果。所以菩萨度众生啊，悲智同时具足，表现出来就是善巧方便。过去有一个小偷，有一天到寺庙里偷东西，晚上进到这个大殿里面，左看右看没什么人，再仔细一看啊，有个老和尚在那边打坐，好像睡着了。于是没关系，尽量偷啊，就把这个福田箱里面的钱啊都拿出来，装了一个大布袋，背起来要走了。到门口的时候啊，忽然听到有人喊他，说别走。他吓了一跳，刚才没看到有人，怎么有人在喊我？他就回头，喊我什么事啊？老和尚在说话。老和尚说了，你拿了佛祖的钱也不说声谢谢就想走吗？哦，他说这么回事啊，那谢谢了，我走了。走了。结果没过几天啊，警察把这小偷抓到，他把以前这些犯的案件都供出来。哎，警察从里面查到他偷过这个寺院的钱，带他到这个寺院找老和尚来对质。这小偷见到老和尚，警察就说，这小偷是不是也偷过你们寺院的钱啊？你们以前有没有丢过东西？老和尚说了，这个人我是见过，不过钱他没偷。警察说，你不用害怕，他现在已经被我抓到了。老和尚说他是没偷，因为他还说了声谢谢。钱是他拿了，但不是偷的，说了声谢谢说明还是懂得礼节的。你又看到小偷偷了钱回过来跟你说谢谢吗？说明啊，他还是有良心的，所以不算他偷的，是我送给他的。这个小偷听到啊，惭愧的无地自容，没脸见老和尚。好了，监狱里面服刑满了之后，一出门头一桩事情来拜老和尚。见到老和尚说，我要跟你修行，跟你出家。你看，这是禅师智慧的感召，慈悲的力量。不用去找小偷，小偷自己跑来，乖乖的跑来，乖乖的出家，乖乖的学佛。这是什么？就是给人改过的机会，懂得怎样善巧的引导众生。禅堂里面有很多注重，其中有一个小偷，
老是偷大家的钱，因为禅堂啊，禅堂在过去啊，都是常住的，就是在禅堂里面参禅，大家都住在禅堂。里面有一个小偷，常常偷大家的钱。于是有人呢，就向禅堂的这个师傅汇报，说某某人是小偷，我们抓到他有证据的，你应该把他开除，要不然他会捣乱这个道场，破坏大家的清净心。老和尚说我知道了。结果过了几天，又有人丢东西，又这样向老和尚汇报，老和尚还说我知道了。结果次数多了，好像每一个人都被他偷过东西，于是大家联起手来抗议，跟老和尚说你再不赶他走，我们就走，我们没法子住下去了。老和尚说我知道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这个人听到奇怪了，老和尚不赶他走，赶我们走啊。老和尚说就是这样的，因为你们不是小偷，你们到外面不会偷东西，所以你们走我放心。可他是小偷，他在这个道场里面尚且会偷东西，在佛祖面前都会偷，那他将来走出去还得了啊？所以我不能赶他到社会上。这个话说完，这小偷自己站起来痛哭流涕，当众忏悔，知道自己错了。假如大家要共同来为他作对，可能啊反而会激怒他，他可能会做得更离谱。这是经上说的，菩萨对众生大慈大悲，善巧方便，总能令有缘的众生回头是岸，教化一切有情啊。这里面真是需要无尽的爱心和真实的善巧。而我们现在呢，虽然不能像这些大菩萨一样有这样的慈悲和善巧方便，但在生活中与人相处，的确还是不能缺少这一点爱心和智慧的。我们谈不上什么教化很多众生，利益很多有情，可在生活中不要给众生带来烦恼，不要让更多的人因我而痛苦，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。能够多一份爱心，众生就多一份欢喜，就少一份烦恼。这一些事例也非常简单，并没有那么困难。你譬如我们有位同修，前天看到外面有些朋友啊不敢进来，在外面听经很热，他就主动去关心外面的同修，为什么不到里面去啊？里面比较凉快，其实也凉快不到哪里。但是这种善意的关心就给人一种很好的印象，让人马上感觉到还有人在关心我。他在外面不是热了，而是感觉到很温暖。这些事情看起来微不足道，而实际上这都是爱心的表现。处处给人结善缘，处处落实我们所学的佛法，一切有情啊，就一切时一切处，我们都有机会为一切众生去付出。除非我们不愿意不留心，那就没有机会了。下面这是说教化有情的具体内容，激发信心。首先让人升起信心，让人升起信心
不是说天天跟人说教，你要相信啊，极乐世界多好多好，你要念佛要往生啊，你不知道某某人往生瑞相多殊胜。对现代人来说，人们更关心的是现前的需要，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受用，而这一些呢，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为人现身说法的。就有时候啊，单靠嘴说是不行的，要有实际行动，才能够启发有缘人的信心。信心升起来，更进一步呢，修菩提恨，就是修菩萨道，修菩萨行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的所作所为，纵然不能全部，但是应该尽量把菩萨的精神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。再往上面提升，就是行普贤道。普贤道就普贤菩萨行愿，普贤菩萨的行愿跟一般菩萨行愿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平等，没有分别。你看普贤菩萨对一切众生都叫供养，供养诸佛，而一般菩萨呢叫布施，布施是有高下心的，供养是平等心。我们有把这些众生看得不如我，我同样对待他像对待佛一样，这就是境界又提升了。虽生他方世界，永离恶趣。虽然到他方世界了，这是说我们到极乐世界之后，成愿到他方世界，或者再回到娑婆世界，教化众生。纵然生到恶道之中，就生到三恶道，没有关系，不受恶道之苦。就像观世音菩萨在恶鬼道示现鬼王身，我们不要以为观音菩萨都现得慈眉善目很庄严的像啊。菩萨根据众生需要，众生应以什么身份得度，菩萨就现什么身；应以鬼王身得度，菩萨就现鬼王身；乃至于应以地狱身得度，菩萨会现地狱身。那么在现前，我们学菩萨，也可以随类现身。有人说我不会变呐，会的，大家都会变，只是自己忘记了，疏忽了。你看高兴的时候就变成观世音菩萨了，比观音菩萨还开心；烦恼的时候就变成鬼王了，比那个鬼王面目还要可怕。进念佛堂的时候好像跟阿弥陀佛一样，